那个在洪雅，洪雅乱报，中午休息时间开始访谈。请问您是在哪边工作呢？我在汉翔工作。汉翔哦，对。汉翔是什么？做航太保密。哦，航太哦，那航太跟我们这个稻子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。怎么会知道有这个活动呢？跑来参加？对啊，之前参加青埔会种牛活动才知道洪雅。哦。你是嘉义人啊？我不是，我台中。你刚刚自己跑去吃树找树长，对，辛苦辛苦。因为刚刚里面只有一个是，就是鱼，就鱼肉啊。哦，还有丸子啊。哦，丸子好吃，丸子好吃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哥，美贝美贝，临走前要讲感言。感觉好像，我觉得觉得这样子好可怕，临走前。什么什么？他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好朋友，第一次来参加种田，美贝美贝，嗯，美贝是背部很美丽的美贝吗？不是，是贝壳的贝。哦，是贝壳的贝。那背部应该没有很美丽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今天种田感觉如何？腰酸背痛吗？哦，对啊，身体没有练过不行。今天午餐好吃吗？菜龟丸。菜龟丸，嗯。我下次想要吃饭，吃饭，嘿，不是吃饭配饭，我是想要吃饭配菜。吃饭配菜非常好，一句话做个结语。哦，对，就是非常感谢大家。OK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参加这活动很棒。哇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。不要跑，不要跑。不要了。不要。不要拍了，跟你讲，你马英九你完蛋。哈哈哈哈哈。团体就是跟你干。是是是，这位，你以为你赢那几十万票就没有？你讲那是台北，哦是，那是新北市。对对对对，不然他们就跟中共当同路人了。对，这位美女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？香蕉，我是大林国中的吴老师。吴老师，吴老师，十八号有没有什么活动？十八号，对对，去。去。去哪里？那个台二十六。台二十六，反台二十六，这样反一下，就是那个阿朗伊，屏东县政拒绝阿朗伊古道变成是一条台二十六的公路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要去屏东县政府。哦。我们要去跟那个在外面抗议。哦，真的哈、哦。我们要支持那个屏东县政府，是是是，把那个阿朗伊古道呢划为自然保留区，自然保留区。对。对，有看到的有听到的就要来参加，是是是，寒假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呢是学生的应该就是来就去屏东，知道吗？好，是，对，大家在那边开同学会也很好玩。是是是，真的真的。那如果要报名的话呢，这边没有，我没有那么专业，不好意思。这边有，好，那就 Facebook 打思月音。哦，好，他们家有请一台游览车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他可以沿路载人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回去的时候也可以沿路丢包。好，我放在那个影片说明。你一定要去哦。好，是我吗？你如果是支持蔡小姐的，你就要去，知道吗？啊，那全国有600万人要去了，支持派是更要去。是是是，是绿党的你不去，你就是愧对你祖宗八代。林周公啊，你改。折嘛，有话可以讲。吴老师，你套房哦，是是，你这个孙啊，那袂使。哦，好，要参加哦。好，吴老师今天种田有没有什么感想？种田有什么感想哦？种田种好几次了，没感觉。今天那个天气不错。天气不错。虽然还比去年状况好。菜龟蛮好吃吗？菜龟好吃哎，好吃，不会太烂啊。对对对对对。还不错，但是没吃到丸子。没吃到丸子，对啊。对啊，好可惜、啊。太少了。对对对对，下次改进，下次改进。吃到一颗，好。好吃吗？好吃哦。这他介绍了吗？哦，那就顺便移到过来。是哦。来自我介绍。他叫光谱，你看后面有一道光。哇，刚好被光，赶、快移动。看这个是他自己编的，这是自己编的，真的很厉害。怎么那么厉害？对。还好。对啊，我们手动一动也做不出来，他手动一动就是做得出来。对啊，对，而且他这个都是那个公平贸易出来的那个公平贸易麻麻，啊，大麻纤维，大麻大麻不一定要用抽的，大麻也可以拿
对对，非常好。它是所有植物纤维里面最坚韧。最坚韧。哦，那这个东西现在有在卖吗？定做的。跟他买。跟他买哦。量身定做。啊，跟他买要怎么查询这个资料呢？Facebook 打玛丽兔就可以。玛丽兔吗？玛丽可以。又是马英九，又是马英九。跟马英九没有关系。哦，是是是。功夫今天种田感觉如何？总统票推给马英九，我还是会卖给你。哦，我要生意。对对对。对对对，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感化所有人。没错。对，为了台湾，还是大家要拼下去。所以大家才要来种田。18号才要去支持阿朗一频道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一句话做结尾。一句话。哇，是哦，谢谢大家。看起来那么 UK 的，原来小孩已经国中了啊？真的吗？高中了，最大的上高中。是哦，真的吗？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我叫刘秉仪，从台北来，很高兴可以这次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种田的活动。虽然是我第一次，可是就觉得很兴奋。真的哦，今天早上几点到田里？7点半吧。7点半。嗯。啊，怎样？会很冷吗？不会。不会，好玩吗？比我想象的要那个温暖。哦，真的哦。嗯。啊，会腰酸背痛吗？目前是。但是觉得一下去就不想停下来，想要赶快把这整排的工作做完。哦、太感动了。再停就觉得身体不听使唤。是。对呀、啊，很高兴看到许多有为的年轻人。可以这么的认真，好，让我很感动。是是是，非常感谢。好，还有那个蒙面人，台北来的蒙面人，睡觉这位，你可以这样接受采访，没问题。啊，腰酸背痛。腰酸背痛。对。是 Marty 吗？嗯。Marty 的 Marty。对。腰酸背痛，非常希望下次会有会按摩的志工来帮忙。谢谢，不来。是。今天过得如何？今天比上次好，上次来是正好寒流，然后风很大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嗯，然后很冷。上次寒流，上次你不是说台风吗？寒流。哦，是寒流。我那个8月那次没有来，我上次是、哦、也是就是去年过年过农历年前来的。我觉得很好玩。所以很好玩。嗯，明天假都已经请好了，打算在家里休养一天。非常好的计划。我有目睹他去年像那个机器人一样走路的样子。这位先生，不要急着走。哎呀，今天第一次过来吗？第一次过来，不是第一次夏天。哦。感想如何？感想啊，就像每一次。每一次在种稻子一样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特别感想。对啊，因为每年还是要帮我外公种啊。哦，啊，那两种农法有什么都不一样吗？还是都一样？这个假大的，这个假大的，人工插秧。我那机器也都会爆你啊。是哈、哦。细节也都会爆你，这个假大的。以前也没有想过要。因为这个粗鄙啊。哦。啊，今仔做什么工课？运输兵，水啦，啊、最后给这个自然田农法一句话来做个结尾吧。加油啦！加油啦！赞啦！赞啦！台湾加油啦！加油啦！赞赞赞！等一下，小杨哥，小杨哥，上工前来个采访吧。没有，今天是第几次过来下田？第四次哦。嗯。哦，对。啊，感觉如何？今天？今天天气非常好。天。都是应该最好的一次。真的哦。而且进度超快的。哇。小杨哥辛苦了。真的很特别。看看安怎。欢迎大举。亲近土地。有鳄鱼皮的效果。给那里超过10个志工来帮忙。敢捞，超过嘛吼？赞啦，飞啦！是是是。今天从哪边过来？我们
们今天从台北，昨天就从台北下来了。哦，昨天就从台北下来。对，一起来看开票吗？对，第一次开票的时候没有在家里，然后是在外面跟嘉义的朋友一起看，非常好玩。今天是欢天喜地来庆祝呢，还是来工作治疗？我们这种小市民只关心我们的天，是、啊、选举是大人的事。哦，那怎么会知道这边有自然田的活动？应该是在我是在环保团体工作，然后跟国姓就我们在北部，然后跟国姓这边串联很多年了。是那其实也常常帮国姓把一些讯息PO在我们的网站上面。然后因为常常介绍人家，向人家介绍国姓，可是自己没有来经验过啊。哦，真的真的。那这次是第三次来。哇，第三次。那也希望能够以后持续保持这个惯例继续来，然后每次来，然后我们就预备要来订米，回去我们就很期待要来吃自己种的米。虽然我们只有当一天，在中间完全都没有管这些田，没有管这个稻子，可是每次吃到那个米，然后都记得手去插腰，然后脚踩在土里的那个温度跟感觉。对，今天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天气非常不好，然后应该算也算不好啦，算很冷。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是碰到台风，可是其实我们的夏天的状况都还不错，虽然外面有很多的变化，包括选举完以后的大环境也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我在这边土地上面的人，就在这边认识的朋友，每一个都还是很开心啊。我们在还有来帮忙的阿嬷啊，看大家都彼此互相斗来斗去，我觉得那过程很愉快。好好，那最后一句话结尾给这个活动，赞赞，谢谢谢谢。这位是我们体格有如海军陆战队，但是比海军陆战队还猛的海龙。海龙你好，你好。今天感觉如何？不错，很好玩。很好玩。嗯。第一次下田吗？算第二次。算第二次哦，之前也是来这里嘛。之前不是，我老家也在种田。哦，真的真的。今天最猛的就是你跟盛雄了，感谢感谢。今天下午。会来吗？啊？下次还会来吗？会，没问题。哦，是是是。这个时候要拍到正面。哦，真的吗？记得要通知我。好，没问题。是非常有趣的海龙，谢谢谢谢。